画面中看到的就是这间位在新营区裕民路上失火的公寓，在公寓的三楼不断的在冒出烟来，在火势燃烧猛烈的时候，消防人员及时赶到，赶快灌救，扑灭了火势。而它主要的燃烧的是在公寓三楼后方神明厅这里。消防人员扑灭火势之后，救出了在屋内的三个人。不过进入屋内的当下，消防人员也真的是吓了一跳了。可以看到整个屋内，不只是门口，走到屋内所有的地方，能堆的地方都堆满了回收物。在这样环境中生活，除了不卫生之外，也真的非常危险，因为这些回收物已经阻塞了通道，而且容易引发火势。先前六甲区一家农具行还在13号发生火警，酿成五死的惨剧，也是因为屋内堆了大量的货品的关系。所以消防人员也提醒民众，屋内不要堆这么多的东西，同时要加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在火警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发现，争取逃生机会。东森新闻黄松群在台南报道。